真理大学的台南校区102学年度继续要在台南校区这个地方招生。真理大学台南校区102年度要继续招生。真理大学董事长黄兆宏10月18日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向外界来公布这项好消息。黄董事长来表示讲，原本董事会伫个去年是决定要停止招生的，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，主要是因为今年的招生状况正好，加上市长赖清德、议长赖美惠全力的支持。因为101学年度的招生，台南校区的招生情况非常好，就是台南校区所有各系都额满，哦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就是说地方政府，就是台南市政府，尤其我们赖市长，还有我们的赖议长，还有各位议员，包括区长，都非常关心我们真理大学台南校区的发展。看到真理大学管理留在台南，大市长是真正欢喜，因此呢专工走来参加记者会，为真理大学加油。对到这间在台南已经有16年时间的大学，赖市长也向着校方来说明讲，合并了后的大台南人口每年拢有在增加，相信这对着学校以后招生会有帮助。关于讲校方拄到的交通饮水问题，赖市长是邓兴康保证讲，一定会甲解决好势。有在这，我们来甲董事长、校长来承诺，第一交通无好，甲你解决交通，吼、哦。第二，你讲饮水的问题，予咱造成较大的困难，我绝对甲你解决饮水的问题。第三呢，学校有啥物款的这个计划，市政府有法多配合的，会甲你支持，会甲你支持。就是讲，市政府甲恁留落来，嘛是希望讲吼，用具体行动参恁合作，予恁安尼下当伫遮经营会顺，吼。这场记者会除了赖市长、议长赖美惠，几落位市议员也拢到场来支持。今仔日听到讲，真理大学每高中在招生，哦，实在足无闲嘛，去搬来，这是上欢喜的代志。总归一句话啦，你们留下来真好，我们大家都欢迎，谢谢。在咱整个大台南市的府会同心，哦，重视着咱这个教育。啊，支持着咱的真理大学，我这个校友更加唔免讲啦吼，所以伫未来呢，我相信伫公部门也好，个人诶这个领导上也好，阮拢足容易甲咱徛斗阵，为咱的教育，为咱所有诶这个地方吼，做伙来奋斗拍拼。台南不能没有真理。在台南探索真理。